啊，你有决定明天唱哪一首歌吗？一个礼拜内都不伤身，一个月内拿到，一个月内拿，不太行。还在挑哎、欸？难道我在这边唱歌吗？没不有可能。啊，你也可以啊。哎，我看到影子，你看看看看看，地上地上，跑过去跑进去了。他现没在事在。啦，他现是不在是工在作压力太大了？哦，那个因为我刚刚听设定，他是说，我刚好去请教拉汉啊，觉得哼好像，因为哼，很多人去说，就是我的声音听起来很糊啊，就闷闷的。有一点啊，对啊，我就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。你要听我讲话会这样糊糊的吗？仔细听会啦，就是有点偏闷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有东西闷住了。啊，那是谁啊？嗯？哎，你是哎，你们好啊，阿学弟们。坤，嘿。嗯，跑去当忍者啊？哎，别说啊。你今天有冷杀了谁吗？没有啊，我刚来上班啊。啊，你们你今看，天怎么样？是啊，你刚一冲过来，我脑海跑出一个"喂”，吓到我了，什么啊，思维有啊？吗？对啊，突然一个"喂”，但我什么有思叫维？过啊，什没么事思啊，维？没事，不要理我。哦，好吧。嗨。你们都在啊？你要上班了，欢迎啊。没有啊，刚跟院长谈这件事啊。对啊，结果呢？因他为怎么子说？宫内胎儿形成啦，拿掉我就很还惨没啊。好啊，再过一阵子。再过一阵子，哦，你觉得你不行吗？抖这么抖，怎么上班？可以当柜台好小吧。姐啊。对啊，在那边当接线生也不错啊。有没有电话？有啦，有啦。常常都马在响。你还可以帮忙修那个打电话过来推销的。哪有打电话过来推销的？我没接过。有，开头就问有没有听过安利，我就把它挂掉了。不然就推销保险的原啊，来就我接们，挂了。原来鬼岛也有直销的。有啊。哦，最近还会推销你买酒啊？我今天就买了一罐4000块的，吓死人！真的假的？你们酒这么贵哦？小雨啊，做缺业绩巴拉呀、啊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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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是上帝的声音巴拉巴吧？拉你巴不拉要巴拿拉手巴机拉巴啦，拉。你不要被骗啊！上帝显灵啊！哈哈，好傻，好哈哈，傻，被骗了。好傻，好傻。谁呀、啊？不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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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你好不像。哈哈哈。小五，你没有唱歌吗？我明天没有啊，我主办单位。主办也这可个以唱单位啊，你主办单位怎么变成你主办了？我跟市长讲的啊，然后市长为说什让么？我，为什么突然提安这安个？安安，你什么？那个啊，就是你要弄个鬼岛好声音啊，怎么突然会想用这个？没有，那个时候，好像想法有跟市长重复到。市长本来是要办用选秀的，就是用比赛的。可是我这边是想开演唱会，那时候不是大家都在唱歌，听得挺不错的，就开一个演唱会。然后好像有点冲突，然后我就跟市长讲，市长就说他要办，那我就帮忙，然后昨天去场刊之类的。哦，小新刚才在干嘛？帮，偷你偷说什摸么？摸的。帮学姐绑鞋带啊？哦，你也跟他讲一下嘛，我看到他底松，下又没穿。
我想说你们聊天不打断哎，啊，你们知道现在如果商店不卖东西要怎么办吗？去睡一觉就好你说什么？啦。睡一觉就可以了。有些睡一店觉会就可开以啊。我睡完觉，他还是没有开。没事哦。为什么现在的商店都罢工啦、啊？有拒绝往来户是？可是我睡一觉就好啦，不然你就请我们帮你买啊。我对从啊，你也可以找人帮你买啊。我从下午睡到晚上，他都还没开。嗯，有些地方会开，好，那我再去就是找，如果那我你再在去那边，别的你地在那边方。如果不能买的话，你可以去别的地方看一下，基本上好。你会找到有开的。怎么现在人还这么多啊？那他们都在哪里啊？哎，我刚刚我。去修车行接的那个，他们好像想做什么事情欸，因为他们说不想要回来，因为有很急的事情，不想要回来，因为有很对吧？叫我当场有处理大事啊，就给点对钱之类的。了。嗯，需要问你的电话。没有，不是。你怎么变得这么聪明？哦，今天小猫连续被三个骗，超好笑。傻猫不是叫假的。真的。哎，对了，学弟那个，你们嗯，最近如果有出勤，可能要小心点。那最近这城市好有像啊，风雨要来了，其实我很啊，害你们自怕。己出勤。如果是发生在银行啊，还是什么珠宝店附近，你们可能先别下车吧，锁门看一下，然后如果没事再下车吧。好啊，好啊。对啊，怕你们出事。还是可以叫警察跟着过去啊，敏感地带的话。对啊，就是其实也不确定，就很多风声，但是就你们自己出勤小心一点。哦，好。有，要干大事哦。学姐，你是不是有听到什么风声啊？我没有听到什么风声，但最近气氛很诡异，然后你们知道就是市政府要颁发第二块执照了吗？然后这段时间就小心一点吧。好。因为我今天我跟习德在聊天的时候，啊，也不是说聊天了，今天跟他在做坏事的时候，他说他在帮老板娘筹黑钱，好像是要成立黑帮的。你跟他去做坏事是吗？对啊，我稍早被抓，在你睡没多久的时候吧。他被院长降职了。你怎么还被这样子？你怎么做坏事就算了，还被抓？啊，我不小心穿了制服去没。没办法啊，我很怒啊！有人那边怎么讲啊？吃我女朋友豆腐啊，不高兴啊，所以大家去海边聊天啊。女朋友哇！所以他们那边也在筹黑钱是吗？对啊。彼得跟老板娘。没事啊，反正我只是想说你们小心一点。不要出事，这样就好了。大小，没事了。哎，外面有人哎，我偷摸摸的。哪里呀？你出去左转感觉我啊。们这群人像在骗薪水啊。没办法啊。出去晃晃啊。要不要不要继续去晃？好啊，晃在干晃啊。嘛？我在等修车的啊，叫了20分钟还不来。
哈？太久了吧，太太久久了吧。缅甸啊，对。整个城市这么多人都去哪里了？你应该知道吧？我总知道，我现刚刚在看到一群人在警察局那边围着跳舞了，围着蓝交椅跳舞，围着跳舞，我们去看看好不好？对啊，好啊，搞开不始好会修，需要现支在援。不知道走没啦。修车还 OK 吗？你颜色改了。没有，我换车了。全部都坐我的吗？可以啊。对啊，四人座开一开就好了。右转，左转。欸，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城市最近很多病死猪啊？今天是啊，怎样？还有狗也是。非洲对瘟啊，疫吧？要小心啊！为啥？对啊，都为啥开，整个车库都是病死猪？又开始有在养动物啊，可是就很多人弃养了还啊。哦，有怎么有还紫衣有，神教的？哎、欸，怎么这样？音乐，麻烦一下，有听到吗？这个谁？你们谁放的啦？谁？那个，谁放歌的？没事没事，这个各位虔诚的教徒们，三跪九叩哈，记得要拜完好的，马上马上马上。了。哎，这个有没有修车的啊？帮我修一下车好不好？我们看到这台牛，师这台兄，牛是。你头都红了，师对兄，啊，别再拜谁要了。修车？谁要修我车？在拜印度神这里，牛。小龟这里，来，点养了过来吧。来一台指一下，你在那？怎么啦？好，我帮你修。哎，这台你要一倒千五大霉吗？了？我怎么了？你倒大霉了，来吧。哎，为什小么要倒大雨，霉啊？哎，老板娘，你要想哎，这个刚刚他们来店里消不想费，计划你有没而有？已。把他们钱帮的我出场给了，他，有了，我喜有德算喜了，德那我有边算喜了。德在弄。哎，养乐多怎么了？那没事啊，不是已经被你们踢出社工去师了？兄，你是不是要跳一次？跳一下，社工师兄，你要跳一下。我去好偷练好听一不舒下养乐多服怎么了。哦。哎，要小心呢。啊。那个哎，怎颜么色啦？太亮各位。了。要在哪里再举行一下跪拜啊？那个紧急门口啊，紧急门口，其实我觉得跪拜是最好的啊。那个我最有在成跪，就我这样在会被跪找了。麻烦哎、欸。要等社空会哎、啦。欸。哎，小雨不要拜了，小不要雨拜了换这礼吗？不拜，是要换这礼拜。好。点教徒，点你怎么没换车？没换衣服？没换衣服？进我进才甲刚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我不知道呢，我刚刚其实有点傻眼呢。我本来一开始他们一群人来我的酒店交费都很正常，然后结果就突然变成紫色懒叫人了啦。你们的酒是不是被下毒下药被啊？下毒下药啊？你给他连喝了小什雨，么？你自己看你的小小雨姐也在在那里边，面。雨在那边，对我呀、不知道啦，好可怕啊。啊，哦。好多紫他们色家懒在这觉。边。不过，对，贵，齐，齐，啊，再贵，啊，齐，三贵，啊，齐，好，我们各位请起立啊，起立啊。我们来行这行里好，再要进拜一警局了下，吗？三跪九拜哦，哦，好的再好的。紧急全面一点哈，这个教是。主第一次显灵的那个方向啊，那个方位去拜啊。对，好，来跪。有一个师兄还没跪，哎，那个是不是德华啊？来了跪一来了，下呢，有。跪。对，嘿，阿奇，你，啊，再拜，胖，阿奇，阿拜，拜，阿奇，好，大家请起立，好的，最来，后我一跪们了。最后一次来警局里面。各位紫禁城教的信众啊，那个跟上啊，最后一拜啦，对吧？
哎、欸，小雨，你跳一下，小雨。哎呦哎呦！哎哎哎哎哎哎！刚好了、啊。没事啊，没事啊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外星人，杀外星人啊！怪了怪了。好，紫金生肖的叫声。哎哎哎！我在骂外星人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要不要我帮你包一下？这群人，这个宗教有点恐怖啊！咦，真的？拜，学弟啊，千万不要误入歧途啊！我要穿，我要穿也不会穿这么亮的。我现在剩你一人一瓶酒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哎、欸，要常常来我们酒店消费呢。肯定是没问题的啦。师兄们一定要常来哦，不然小雨要吃苦。你们这个酒店服务真的是棒啊！你们来我就招待你们每人一瓶酒啦，怎么样？哦，谢谢啦。不错不错，那你要好好照顾我们的那个我的学妹哦。欸、有啦，我都有好好照顾你们小雨。哦，改天你们小姐多的时候，我们再去啦，可以可以，今天有小姐给我呢，老王，对，可以预约啦。你们想要哪一个小姐，可以跟我们说，我们帮你先准备好。老王耳朵是不是那个啦，我们的那个社空喜欢那个小蛙是不是？啊，没有小蛙没有在这边啦，我帮他陪在这里啦。我之后去商讨看看啦、啊，看有没有办法。哇，他要去商讨没？努力挖角中，小蛙要给我点时间。对对对对对。等一下，社空师兄，所以你不急玩一一喽。我去救了，啊、不要，好，不干净了，不要了，这个我去。我不干净，社工师兄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同事啊？那个，哎、欸，老王，老王，来一下，来一下。学弟，可以载我去车库吗？套那个了吗？可以啊，没有啦，有啦，都还是干净的。人家还是干，人家还是干净的。对啊。全在干。我们都有。各位师兄，各位紫金神教的教徒们啊，对，欢那个麻烦上车啊。啊，那个你们的目的地是哪边啊？对啊，你们目的地是哪里？哪里有恶魔？啊，去车库吗？行啊。进不去了耶，是不是六个人啦？好像。够啊，六个够吧。哎、欸，对，小五不见了、欸，我用走的过去吧。他们就是会来乱啊，乱宣传教啊，然后问你要不要入教啊，一直拼命洗脑你啊，超恐怖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今天我做的不是医护，我是做其他的，我就会跟着乱了。不行，就是要为人正直一点。这样可以帮我把那个阿林的车骑回医院吗？好啊好啊，他的是哪一台车？欸、你说警局前面的吗？哦，哪一台啊？哪一台啊？啊，应该是跟另外一个学长说话吧。运动，然后就是跑一跑，你看这样跑。然后这样冲刺，冲到一半之后可能会累，然后就这样子，然后再继续跑。等一下、啊，在哪里啊？没错。看到了。
其实被绑架也不错啊，就可以进入剧情哎、欸，就可以有什么心理创伤阴影啊，然后再就是留日停薪啊，有的没的。就是说，不是说那什么，珠宝附近啊，有人出事或什么的。哎、欸，不过讲真的，之前我真的很常去救到珠宝附近出事，他们就是在偷东西前的演练，然后就是练习到出意外。其实我那时候救他们的时候救得很怕，我在想说，干，我会不会被绑走啊？还好没事啊。我等一下回医院去拿一下我的面线。大炮对你很有兴趣啊，他刚刚找不到你。大炮，你不是东西对他蛮有兴趣的？有啊，这里啊，这个红衣服这个。小光啊，这小光啊。教徒还是要收钱的啦，赶过来站过来，这接过，我要把球给他。哎、欸，老汪，你玩那个灭火器。警察来了啦！不要乱玩啦，哎呀，你是没看到哦，他拿灭火器啦。没有，我刚刚听到很大管的声音。我住在旁边。是灭火器。哎，走回去。其实我真的不爱医院这个地方哎、欸，那种大医院我真的不喜欢。以前就是看太多那种医院的灵异节目啊，都发生在医院，主要是会怕啦。就是感觉就是我那时候不喜欢大医院，就是那边都是一种。感觉就是会分离的一个地方，就跟火车一样啊，火车月台就是都会有人那种就是分离。学弟，你怎么用走的回来？啊，散步啊。哦。啊，那边值医生叫你小心哦。啊？哪边？车库吗？车库啊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好。就他一定以为我是外星人，想要扁我一拳。还好我停下来，买跑车。我在想要先买车还是买房啊？哎、欸，我好久没去看动物了、哦，最近一直在推剧情，也没推剧情啊，就是一直有事情做。所谓的事情就是可能今天医护人多，我们可以聊天。阿爸就是像院长。大手术哦！我那天没开台，不然真的快笑死了。有人开台是播那个《黄金传说》的歌啊，准备切下去，还穿那个就钢铁人啊，穿那个日本宙斯师傅的衣服，然后一什么伊西拉马塞什么的，然后就开始剁下去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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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啊，可是我现在要买的车是医院的车欸，我觉得救人比较方便。这是谁？学弟吧，感觉他这个方法是海啸回来被冲走了是吗？应该是啊。那我的车呢？外面啊，有看到。嗯，那你刚刚说无线电那是怎么回事啊？无线电是无线电。阿坤呢？阿坤往那个车库走了。阿坤呢？他刚说什么？有搞。好啦，交给你了，交给你了。那、啊、开枪欸。干嘛打自己警卫啊？他在乱开枪啊。他拔枪了。他在乱开枪啊，他怪怪的。
市民这么凶残的吗？他乱开枪啊！掉很多东西了。对啊，他乱开枪。哦，好啦好啦，算了算了。也要驱魔，驱不了啦。欸，跟你讲，医院的警卫还算好的，他会这样抖动抖动。警察的医护、哦，真的吗？有知觉的吗？是直接开枪欸、啊，好啦。院长，他们直接把自己人射死欸。爬完山之后，脚底板有点感觉了。嗯，表示慢慢恢复。不用看一下吗？你不是说怕有后遗症？可能头甩一甩就好了吧，脑子还有水。什么东西？脑子进水是不是？对啊。怎么啦？不是医生，这个脑子进水有没有救？有啊有啊，擦干就好啦。擦干，不然你去吸一下水啊。甩甩就干啊。对啊。打开来，然后把水倒出来吗？只要脑子进水。你可以当医护兵吗？把头打开来。开脑了。回去了。谁需要？开脑，他。阿航，阿航是谁？那个有没有看到啊？那个刚刚开过啊，拜而已啊，就躺在那里。对啊，房子可以存东西耶。开到一半就倒在那里啊？开歪了，开到颈动脉啊，就倒在那里了。哦，所以就丢在外面。林姐以外，我再也不要去拜金喵喵了。气死！再拿去烧了。你是说那个警卫吗？没有啊，你去你没有找我，我跟田学姐比较熟啊。医院没事就拿警卫练手术是不是？没有，他刚怪怪的，他想举枪射我们。对啊，我上次去那边田学姐也很招待，也没有收什么钱。难怪要开脑，怎么会想要射医护人员呢？那我看起来比较纯情吧，他们都觉得我比较好的。嗯，所以是腐女脑子进水吗？没有啊，有点干的。哦，不用开脑、啊。你现在要去干嘛？你知道鼻孔跟大脑是连通的吗？不知道欸，这城市的人不知道都到在哪里。所以你可以拿个很长的棉花棒塞进去，就会通到脑袋了。紫色神教的、啊，对啊。棉花棒不用钱吧？你可以拿卫生纸搓长一点，然后伸进去。这样会不会反而堵卫生纸堵在里面啊？这样，关系那就一定要开脑了。对，这样就可以开脑了，有合理东西开脑了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马杀鸡，我们还是先走了。那你帮他预约个时间吧。他们一直要开，没有啦，欸、可以聊天，没有啊，我手上没东西啊。有，因为他身上有刀。没有啊。那他是不是动不动想开脑？你看他的衣服上还有血字啊。那个是他的月经来啦。哦，你有月经是不是？跟你说，刚外面那个的哦，失败而已啦，小事情啊，100次才出现99次啊。啊，你们怎么现在有空？刚刚下班吗？我们刚刚去游泳。哦。跟克隆比。他刚才去玩水了，玩到有点进水了。哇。对啊。那你耳朵还听得到吧？不是都会。耳朵进水之类的吗？很不舒服。干了啊，干了、啊。棉花棒需要。哎、欸，拿球棒。哎、欸，问一下你球棒哪里买的啊？我也要买。那个卖枪的店就有了。对啊，很多东西都可以在那边买到啊。啊。啊啊是那边买的、啊，不要买啊，这垃圾啊。你可以拿出来玩啊。他只能用一次。人手一把垃圾啊。对啊，好玩用啊。可以玩一下吗？而且你们这人手一把哎、欸，因为他只能玩一次啊，也不能干嘛、啊，蛮好玩的啦。嗯，你可以假装在做事啊。可以喷一下吗？喷过了，他只能喷一枪。那我假装 K 笑。如果有枪的话，警察就会来了。他喷下去，警察会知道。我想 K 笑，赶快让我冷静一下，我觉得我的脑子，因为没有东西，不用物理哦，谢谢。不用物理哦，谢谢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我丢高，等一下。那换你 K 下啊，你是不是要喷一下？等我一下哦，学弟好像要执勤，我可以陪你聊天啊。哎、欸，
马杀鸡怎么你也有刀啊？刀、欸，你可以带他去买啊。我都叫马杀鸡了，可以带他去。身上带把刀。对啊。我去买一下好了。都很便宜啦，你不要去买到什么汽油桶啊，有的没的。哎、欸，还有球卖哦、喔。我去武器店看。那个点好怪怪的，有个骷髅头在上面。那个是黑帮，他们可能跑酷。好、啊，慢走。哦，辛苦了，拜拜。我去武器店看都三千块，要先三千块开。要先开证明啊，对啊，你要先买个要可以使用的手册啊。你会游泳吗？会啊，跟那个你怎么在海里能用电手机啊，啥啊，死在海里。等一下哦，有人过去了，等等我也。有人去吗？我去，他死在海里，有可能要氧气罩。好好好好